来可以的。什么？跟谁吹暖？下面是不是？下面就是左边吗？那边就是左边。右边。对，就是左边。对。就你刚的左边。你是口国有林，伊拉夫斯基州。哎，太阳。了不起。超大块的，我的超大块的。有进去好一点，手也暖一点，刚快冷死了。感觉声音不对，虽然我把它踩下去，再踢掉，再踢掉。我喜欢听咔的一声。不行。好，有一声。有没有？脚卡住，脚卡住，血太多吗？有有有。很难很难，到不了，要到不了，要走半天，可以。我是不是滑起来很丑？你有没有帮我看？我还没看。啊，应该没有。有吧？我自己都觉得很怪怪的。哇，过去，过不去，滑不过去。嘿，
果是那种自动锁式的那种的话，就是全部都会怎么脚也会冷啊，椅子好冰，椅子好冰，好冰，哦，冷起来，冷起来了，哦，冷，屁股哈，大腿，整个都很冰，冰死了啊，好冷啊，刚的暖都消失了，嗯，好冷，很冷呢、欸。还是衣服被我洗了，所以今年的保暖力比较差了。也没有吧，我的话是租来的裤子，就无法比较。什么牌子？有牌子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的裤子这当初在台湾买要3000块。我就进去先用英文问，最后英文讲到完，他就说你哪边来？我说台湾，他说那就用中文啊。英文讲完。他是台湾的、哦，我不确定。但他讲中文。对啊。他口音也听不出来，讲中文的口音很明显，好不好？不是很中国腔，但是不确定。搞不好如果他室友有什么的话，就混一混。我觉得又有点台湾，又有点中国，搞不清楚。那他有多透露什么情报吗？没有。总之就是说，裤子不合拿回来换没关系啊。嗯。对啊。然后有折扣吗？没有，就是一般的折扣。对，没有住客折扣。没住客怎么会？不过我觉得他没有算我便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的租金表上有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的价钱。那五天就是最便宜嘛。我说租8天，他算我5天加3天，那3天那肯定是贵的。如果他要是有心的话，他应该出。我算了，我就你就是，那问题是5+3跟4+4呢？哦，你说搞不好4+4更便宜。5+3就要是我会想5+3跟4+4，如果4+3便宜，5+4。基于好奇，我觉得有可能便宜。废话，不是以贵跟便宜吗？你废话，有可能一样。哎、欸，找小动物啊，闲着没事找小动物啊。看不出来吧？太冷了，太冷了。我后来仔细一回想，我们都忘记了，真的是滋贺高原最漂亮。什么意思？滋贺高原的树最漂亮。树最漂亮。你都忘了？你说像三角形那种吗？对啊。刚这里也有啊，刚这里的一开始那个 family 旁边的也都是那种的、啊。但是没有那种。你回去看就知道，那个一路滑下来。所以你觉得这里不漂亮？这里就是一般的雪场风景了、啊，一般般。好冷哦！15分之10了，快到了，不长。因为是山顶的，所以要加盖子啊。你还没到真的山顶。其实有罩起来的。你在说什么？盖子。挤着前面的车吗？左边的。前面的啦。所以前面的可能也是罩起来的。也是罩起来的啦，它那几个东西在下哎、欸，那就是那个自动锁。这种通常都是自动啊。然后它被配，人家别人都配几只除扫把，它是配吹风机。咻，无限的。咻。没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早上那个旅馆的那个出口那边、除了刷子以外还有一个东西？没有，什么东西？喷枪。喷什么？喷什么？你高兴喷什么就喷什么，喷血啊！就是一根细细的铁棒，的那个，然后后面很像，就像脚踏车那个管子卷卷卷，然后头的话是一个。你说我们鞋鞋上的小缝缝？对啊，你就这样喷，两个人互相喷。中午午饭的时候再调整一下松紧度哈。
今年的季末来去看有没有便宜的鞋子好了。哦，我可能要买小一点点。去看那个，一定有人会说，因为、哦、现在有便宜的大档。是，而且顺便拿去问说那个能不能修，而且我还可以骑脚踏车去逛。我觉得会不会是鞋子没有在修？他那个就是很不保险，你不知道他掐一个就断了，对对，对，他就废了。走自己滑很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有绿跟红可以选。你看一下，好冷啊！我的妈呀！左边也是，右边是。我们走 center course， 但是这样子等于是又有点骑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去花园的话，其实走右边比较对。哦，对啊，那就去啊。然后他又警告有草什么的。哎，不对啊，其实他这边，他的这边我们不要去，我们要去这一路红啊。对，一路红、啊。我们是一路红，所以我们红跟黑不用理他，我们是要一路红。所以他的警告，但是他的警告我不知道是哪边。右贴右贴上色。羊皮上色，一路拿去羊皮上色。右贴上色的，或是他警告。一堆人在走路。啊？我要跑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你这又上不去啊？累，为什么才跑得到？我觉得他
它冻僵的是我的脸颊，哎，我觉得我脸颊有点僵硬，我真的觉得我脸颊痛痛，有点僵硬这边。靠，我真的是露在外面的，然后我觉得我的脸要冻僵了，你也是，你的脸一个冻。但是我没有冻僵的感觉。我有，我觉得我觉得很像被打麻醉针那种感觉，冻僵了。累得要命。对啊，我今天第一天二四股心得都在走路，累得要命。为什么他们都会动？为什么我的都不会动？
就是这条线。
为我挡路，我挡路，所以我站到旁边来。我挡路，所以我站到旁边来。有人，有人，他去哪里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是继续往下，我又不知道路。接着呢，红线再滑一阵之后又会分岔，左边有绿线，往右走，而且这里开始就比较浪费啊。是哦，这里感觉这个方向。你确定不是我们走错路？不是，我们已经滑完那个。
滑这段了，怎么那么回去这里会酸死，我右脚刹车用太多。我操！我现在又走进了这个岔路，到底左边还是右边？如果你刚说后面是绿线啊，但是我想要走不要太绿的地方。现在绿色会让我们害怕。刚红线也没多红啊。左右都是，左右都是，左边全红，右边先红再蓝，所以先左边。好。因为那个平地化的力气比想要刹车这个还累，再去蓝线真的累死。好，走左边。好，希望这选对了。换你前面吗？没关系。
我左脚右脚，左脚完全不酸，但是我右脚超酸。哪边？目标是哪边？哦，所以不是左边那个。还有一段距离。哈？还有一段距离，还没到山底。嘿。怎么会是左边呢？我不知道左边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是往右边，但下面看起来很平耶。对啊对啊对啊。要死了。要走路了，要命啊！
边。是啊，你有点享受到。破是哪好？那个，正中间吗？这连转机都不转。这两个都坐这边，坐这边啊。